大家好，这是来古巴的第二天。早晨起床以后，去海边，沿着海边散步。这里的环境真美呀。这次订的五星级酒店，它整个配套设施非常完善，吃住行玩都涵盖了。这是酒店，有很多不同风味的餐厅，这里是蓝天白云，多伦多目前是冰天雪地，所以这个季节能来古巴度假真的是太爽了。这里植被很多，有椰子树、芒果树、香蕉树。这是旅店前面有个小火车，这是海边啦。这是我们三个资深美女在海边玩耍，慢慢走向大海，面朝大海。这个呢是海边游玩泳，可以在这面冲洗淋浴，做的也是很有特色。这都是海边，环境真美。大海沿着海岸线呢是白沙滩，细细的沙子，所以在海边游泳呢也是非常非常惬意。那这个酒店呢里面也有很多游泳池，我们平时呢是在大海游玩泳，今天呢我们是在大海游玩泳，又到游泳池去游泳。接下来几天呢我们都热衷于游泳游玩。这都是椰子树，这里的椰子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新鲜，非常好喝。这是芒果树，芒果树，那现在呢还不是季节。这是茫茫大海，希望每年冬天都能来到这边度假，享受阳光沙滩。